刀咧就運用咧最緊要就刀鋒同埋刀背啦。咁因為南派咧就刀嘅刀叉喺度，咁啊刀叉咧你要小心啦，因為你啊揾嘅時候咧就驚佢咧會冚親你個頭或者你個雲精之類。咁所以喐動嘅時候同埋睇個勢嘅時候咧，玩得好唔好咧，佢有個腰馬身形手法好唔好咧，咁你就要好小心啦。如果你冇一個基礎喺度咧，去練咧，唔係練唔到，即係學到，但係唔精咧。咁但係當你玩得好啲嘅時候咧，那個腰馬嘅配合咧就相當好。 虎拳、仲根基、虎鑊相形拳、仲應用、鐵線拳、仲內功，三者互補互用，堪稱洪拳三寶。提到呢三寶，相信大家諗起一代洪拳大師黃飛鴻。原名黃石長教黃飛鴻，道光27年7月初9生于佛山，由6歲開始。 跟随佢嘅父亲黄麒英习武，因为家境贫寒，经常随父喺佛山、广州等地卖武受虐。13岁嘅时候，黄飞鸿喺卖武嘅时候遇到铁桥三嘅首徒林福成，得传铁线拳、飞陀等绝技，奠定咗日后成为一代洪拳大师嘅基础。 黃飛鴻咧，實在咧，我哋嘅資料咧就唔會係好多嘅，但係我哋成日睇嚟睇去，唯一一個可信嘅資料咧，就來自朱如齋所寫嘅《嶺南奇俠傳》入邊有幾章書係關於黃飛鴻嘅。咁啊，於是咧就黃飛鴻呢個人物正式喺嗰個所謂叫做流行文化度誕生。流行文化就包括埋呢個武俠小説啦。 喺佛山黃飛鴻館嗰度咧，就有張相嘅。咁嗰張相咧就話咗要正黃飛鴻個真像啲。咁其實咧就冇呢回事。其實嗰張相咧都係黃飛鴻第10個仔黃漢熙嘅後生嘅影像嚟。黃飛鴻由於咧保子林咧就係燒咗，咁佢心情都幾沉重啊，所以都鬱鬱不滿嘅，鬱鬱不樂。咁咧於是乎咧就發病。咁咧就到落嚟香港冇幾耐咧，咁佢都翻翻上廣州。
咁而家喺廣州咧，方便醫院嗰度洗洗嘅。